好意好意，相信咱最近有看到这个电视新闻吼，有真济这个社会事件，尤其是在男女感情方面，真济为着精神、为着感情放不下。所以讲，恁今日就用着江惠二姐这首《难过情关》来分享给大家。一角一声响，一声叹，厝内一日出阮一个人。电灯开光也是黑暗，阮的爱情已经无希望。一生欢一声泣，一声喊。紧紧伴我，咱心对心相，爱的心阮不愿放，是伊人的永远遐一人。雨落落落的晚，那只感情一张网，啊哒哒哒，无人的温暖。茫茫茫茫，袂着心内的彼个人，阮已经找无理由搁等。为你苦苦忍受着无情的世界，总是为爱心烦心乱。艰苦阮的健康是为着啥人？爱情感情才这呢困难，为你苦苦忍忍忍无情的世间，想不了烦恼不甘愿，行到这番地坎，怎分啥人？也是难过情关。啊，所以讲，咱即只要奉劝咱所有一个好朋友，千万唔着，唔通为着咱这个感情，一时来失去理智，造成了无法度弥补的这个错误。哦，落落未过晚，把这感情一张网，嘛哒哒哒，无人的温暖。茫茫茫茫，袂着心内的彼个人，阮已经找无理由搁等。为你苦苦忍忍忍。总是为爱心烦心乱，艰苦阮的现况是为着啥人？爱情感情才这呢困难，为你苦苦忍忍忍无情的世间，受不了烦恼不甘愿。行到这番地坎，怎无论啥人，也是难过情关。谢谢。